国立东华大学艺术与设计学系112级学生毕业展“淼淼花莲厂”即日起在花莲文创园区展出。50位的应届毕业生展出了102件的作品，透过镜头带大家先睹为快。国立东华大学艺术与设计学系112级毕业展览“淼淼”即日起在花莲文创园区第17栋开展，以水的形象作为毕展主体，将水的概念与同学的创作理念想法做结合，得出本届展览的结晶。即便未来各奔东西，曾经凝聚的意识和回忆也期盼像水流一样推动彼此朝更远方向迈进。我们这次毕业展的主题是叫淼淼，然后我们是以水当作一个意象，然后我们希望我们就是每个同学都是每个不同的小分子，然后因为水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形状跟形体，那我们会一起汇集在东华大学艺术与设计学系这样，然后我们就是4年的成果就是都在这边，然后呈现给大家，然后未来因为我们要毕业了，然后未来就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延续这一份，我们继续变成就是千变万化的感觉，然后继续去长，然后继续去延续下去。我们大概有50几位同学，然后大概近百件作品，然后我们有分艺术创作类，然后数位设计类跟立体美材类的作品，对，然后有一些插画绘本类的同学这样，然后会有我们其实有很多面向，然后有很多不同的类别跟很多不同的创作，都是不同的个体，不同的元素。我们台北场就是浓缩同学们在校内场还有花莲场的作品，然后浓缩再浓缩变成一个台北场的精华这样，然后让同学们可以让观者们可以近距离的跟艺术家们接触，然后可以再用透过扫 QR code 的方式更知道同学们的作品内容，然后也可以听到就是在台北场的时候也会导览的时间，可以让艺术家们跟观者们近距离的接触。然后我们台北场的时间在5月11号到5月17号在乌鲁木鲁的展览地点，然后开幕时间是5月13日的下午2点。51位应届毕业生展出102件作品，包含平面创作、数位设计及立体媒材3大类，展出同学的成熟作品和多元的丰富创意。即日起在花莲文创园区展出至4月27日，接续5月11日至17日将移师台北展出。欢迎喜爱艺术与设计创作的民众前往参观支持。记者张邦彦华联社报道。